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解这个指数方程。那这个三根号三等于多少？等于三的指数方呢？一加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是二分之三。那我要把底画成一样，底画成一样的话哈，我这个九的话是三的平方嘛，哦的二 x 减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三的哈。乘出去，四 x 减二，也就是说四 x 减二哈是等于二分之三，那我就晓得哈，四 x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我把这二的话移过来，就二分之三加二，等于二分之七，那 x 是等于多少？就等于八分之七了。所以这题答案是8/7。